这个也认不出来，这个也认不出来。认不出来。还有外人家老多钱，还有外。还有还有啊，吃多。还有。还有。只要医学里面鉴定，反正玄机 O B 那种，对，那玄液，怒族。以及那个少数民族的服饰和房子，你看，就这个我也我是想拍摄一下老建筑和房子。以后这咱们拿好掉，以后再来的了，是吧？慢慢的再聊聊解，那时候再认识一下。今天是土壤是不会认识，其实我不会，知道我也不会认识嘛。对，现在不会认识，不会认识，玄地的，这是莫名其妙的。好的好的，我也清楚。那个我的照片也是有的啊，你可以，你叫莫问问，你要说都还书法会不知道啥子古加西闹加速奉献，对，奉献的。不写的，我这光华管他，不写，他叫做让他天亮看到，从天亮看到了，让你做红，管他起五虎文，这个了，那个抖音那些发过来是，你看住了，还有万王，还有万王，还有什么个，还有万王上了，没有，澳门是，澳门是再生了。这个不是，这两张不是，这两个不是小花梅是吗？是不是我也不好辨认。嗯，这个是他小的时候吗？这个样子跟小花梅小的时候一样吗？他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，不会确定。20多年，已经20多年，他出去的。那个、再不认识了，认不出来，他的身子、他的脸皮啥都是认不出来了，那就说了，他们去就叫了。我们早上打给我电话，从家属里面打给我电话，那个人就是52了。对，我的侄女就咋个会有52？我就不问，不知道现在是。你期待小花梅还回来吗？你想她回来吗？你要到老没有？没有，她走了以后，我没有一次回来过，她也是。伢到了，伢到了红都来见，伢到了是哪？到了红一进来，伢来说话没毛病，可以说回来。反正她长期断手。残疾，腿断掉，反正有我们的血迹嘛，还必定要认嘛，那个意思嘛，叫他回来，我们有什么吃什么，反正就这种，如果真的话，不是真的话，辨认不出来，就我们也不好认，那么现在。外地里面是有多少人那种名字多了吧，我就知道那个名字多，这两个智障不下回再让回去老头。那你们那个有没有他那个小号的身份证吗？身份证号码没有。我们怎么会有？公安才会有。公安才会有。他有没有再多一啊，这个女孩好漂亮，是不是？人家40都是我的暖手。这个是小黄梅吗？20几年过，也经过。不知道，现在走了20、30年，我们也是认不出来了。我们是年纪大了，她走的时候，年纪小的时候走掉我们。